close till I get up.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 and love is all we'll ever trust. Yeah, no,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And on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till my shadow turns to sun rays.嗨，大家好，今天跟大家火速开箱这个螺丝酒。前天从官网下单，然后昨天就到了，然后今天我回到办公室就第一时间拿这个鞋在大太阳天打打球啊，打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鞋上脚的感受。这个鞋其实大家都觉得是那个 Bounce， 然后应该会脚感没有 Boost 好，但我其实觉得 Bounce 的脚感在这一双螺丝中比那个在利拉德中感觉好，因为它前后调配的有一点不平衡，故意不平衡，就是前面特别的薄，然后后面比较厚，但又没有那么厚，不像利拉德那么厚，所以这一次后跟 Bounce 的材料会给你感觉有那种很弹软的感觉，不像之前 Bounce 有一点点软被动消极的感觉，就是材质陷下去的感觉。然后前面的这个脚内侧就是垫了一块橡胶，这个橡胶其实挺关键的，就当你做一些切入动作的时候，中底材料偏软的话，这里很容易就塌陷下去，会影响这个鞋的一些稳定，所以当这里嵌入一片橡胶的时候，其实大家看没有任何的纹路，不是给那个螺丝比如说变向的时候抓地用的，而是给它切入的时候这个脚贴地面的时候提供一定的支撑，所以又能把这个 Bounce 的这个材料调得没有那么软，它故意这里调得硬了一点，所以整个就会觉得这双鞋调教很符合这种后卫需要的感觉。其实利拉德我去年穿的那双就感觉有一点前后都有点太软了，踩下去启动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然后这次还有一个比较亮点的就是阿迪威尔，类似像耐克的那个 XDR 的那种耐磨橡胶，其实大家看这个纹路是比较细的，按理来说它天生不适合打外场，因为特别细的纹路你看前后卡了两个石子进去了，已经就待会可以特写一下，就它不太适合打外场，但是它依旧很耐磨。这是我今年穿过的应该是算是这种细纹路里面最耐磨的一双，现在我打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下来，居然都没有任何被完全磨掉的地方。昨天有同事摁了一下，就是每个区域每个颜色所代表的这个软硬可能还不一样，这里呢偏软一点，那能够摁下去，然后黄色的部分呢又稍微硬一点，最外侧的红色呢好像更硬一点，所以它可能是按颜色有硬度上的调教。鞋中底这一圈绿色的是那个 TPU 的抗扭，它没有做成实心的一个板子，而是做成了一圈这个东西，我其实掰了一下感觉还挺难掰得动的。然后左右的抗扭都比较好，没有像去年我弯那个螺丝扒一下就把它给对折那种挺难的，所以它这个鞋身抗扭总体还不错，应该是很讨巧的一个鞋底，就是又有它的抓地也不错，刚刚我们试了一下前后左右几个方向都能发出比较大的那种声音，只是说旋转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那种摩擦力，但还好，我觉得螺丝并不是靠就是靠旋转啊，靠什么这种像韦德一样转身啊那样去过人啊，它比较多的还是说用自己的速度，要么就现在已经用一些那个时间差的那种跳投去得分。鞋面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材料，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官方的这种介绍，摸下来比较好的一种描述方式吧，就是类似那种
以前老的那种校服，不知道大家都穿过没有？不是纯棉的，就那种，涤纶材质的那种校服的感觉，比较硬，这个面料比较硬，就摸上去手感很硬，很粗糙。但是呢，你看上去呢，它又比较秀气，因为它的这个纹路嘛，都是这种一条条，有点像斑马一样的一个纹路，有点像那个 EQT 的那种鞋面的感觉。它整个这个视觉又看上去很细腻，所以视觉和手感上是两个挺大的一种反差的一种对比的感觉。但这个面料我觉得好是好在它比较硬，然后也可能挺透气的，我打球下来没有感觉很闷脚。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这个包裹不是特别的动态，就是它因为没有像之前的网面或者 Prime Knit 一样的去分区有那个编织的那种密度，就是你不会感觉这里硬一点这里软一点，然后整个鞋身包裹会哪里强一点哪里松一点，没有一种就是为你定制的那种贴合感。所以这双鞋可能比较多的情况是希望大家能够买厚点的袜子，根据你的这个脚的长度来调整这个鞋的包裹，所以这个鞋就会在这方面稍微有一点缺陷。平常买42.5的，但去年的罗斯我得买43的，结果我今年也买了43，发现就买大了一点，我前面按下去能有一个手指，然后左右宽呢它有点像李宁的宽度了，就是基本上能够还宽半个手指出来的宽度。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有机会就去专卖店试，如果没有机会的话最好买比平时小半码，或者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以前穿过罗斯的鞋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买偏小的那个码数。因为我今天穿的是厚袜子，穿进去就还是大了很多，然后确实它这个本来包裹又不太好，所以大家能买小一点或者能买紧一点就买紧一点，会对你的这个脚感产生比较大的提升。鞋后跟和鞋帮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是罗斯的高帮的设置，这次没有做像以往那样有特殊的什么脚踝的支撑都没有了，它只是后跟这里加固了一下，在这个地方等于是从它的后跟的稳定来提升它的脚踝的稳定，他们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想法。首先打球打下来感觉还可以，但没有说这个脚踝保护什么逆天啊或者上天那种感觉也没有，所以就比较正常。但是它是属于不是伪中帮或者伪高帮，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在这里能够提升你的包裹感，鞋带拉紧以后确实这里会有比较大的帮助，支撑各个方面都会有。通过慢镜头大家也能看到这个鞋的一些鞋面支撑也不错，不会像之前测的那个杜兰特那双11一样整个那个鞋面就变成像麻花或者怎么样的特别特别软，也不会。其他的暂时就只能说这么多。然后整体我感觉这双鞋今年夏天嘛，现在它是899嘛，但已经有网上有预售大概是600-700的价格，今年夏天如果再能达到个500-600我觉得会非常好卖。就是这种鞋底是普遍是中国的消费者都非常喜欢的。耐久方面目前还看不太出来，就是后跟这个麂皮容易脏，大家看这里也有一点脏了，刚刚打了一下就脏了，所以大家要注意。然后脚内侧这里的这个 bounce 的外面其实是很薄的一层涂装的黑色，所以会被磨掉，我这只脚这里已经被磨掉一点了，所以内侧大家也要注意，就这双鞋可能耐久并没有那么好。不要就是期望说买了一个鞋跟买了一个什么一样，就怎么造都不会坏，这个鞋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精造，毕竟它鞋底还是可以的，但鞋面可能因为比较花哨比较亮丽，还是可能会有一点没有那么精脏。鞋垫就是比较普通的这种阿迪达斯的鞋垫，一如既往的薄，也没什么说特别多的花哨的东西，就比较薄。其实大家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垫一点鞋垫，我觉得应该会对这个鞋整个有帮助，就是因为这个鞋本来就有点偏大偏垮，松松垮垮，所以你垫个鞋垫可能会对你的脚感有提升。只能直接看到 Bounce 那个材料里面这个中底下面你能摁一摁，就是你拿手去摁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孔，有点像阿迪达斯的 Boost 提供一个圆孔让你去感受那个 Bounce 的材料。整个这次这个包裹就只能通过这个内靴来完成，这个半内靴来完成，所以还是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已经很好了。看吧，我们继续尝试这双鞋吧，我看我要不要再买一双小一点的再试一下。重量上大概是400多克吧，反正跟大家想象中罗斯的鞋其实差不多，因为罗斯鞋从一代二代之后它的鞋就不轻了，然后到了前两代又开始那个鞋帮做得很高啊，加上 boost， 然后两边又多了很多那种 TPU 的片，所以这双鞋我觉得已经看上去算轻巧了，但实际上它的重量也并不是很轻，其他的也没什么了。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再吹一吹，就它颜色很骚。对，就对这个，我们那其实去年我们就说了，罗斯的鞋永远出配色就出不对，永远在变对，所以这次我觉得阿迪很有意思，就出了一个你肯定不会错的颜色，就是没有任何队友这个颜色，
类似这种粉色和白色，其实只有迈阿密热火队有这种搭配，但是迈阿密热火有那种粉蓝，这双鞋又没有，所以你并不能说它是属于哪个队的颜色。所以这是阿迪采用了一个非常安全的策略，干脆把这双鞋的首发配色做得非常亮骚，一下子让人觉得好看，很想入手，就是打动大家那个购买欲望，可以直接就是肯定很多人我就已经下单了，跟我一样就从官网下单了。它的工艺我觉得也不错，这一次最喜欢的一块是它这里阿迪的这三道粉色的杠是跨了两种材质的，一个麂皮，然后一个这个我说的那种老校服尼龙校服的那种面料，就这里这中间这一道杠是跨了两个材料，就做工也很好，大家看的这个像阴阳啊，或者是像那个易经那种道士的那种线一样的那种黑白的，也是一点点绣上去，我觉得不像一般的罗斯的篮球鞋看得很随意，去年特别是去年那个罗斯篮球鞋真的很随意，有点看不下去。今年我觉得算是阿迪达斯除了在鞋盒上啊，这鞋盒还是很普通，但是在鞋面的工艺上，整个这个鞋型上算是给了罗斯很大的尊重，我觉得这个尊重也是喜欢罗斯的这个粉丝愿意看到的，这样他们还会对下一代鞋有所期待。其实罗斯我觉得并不需要什么 boost， 我觉得他不像利拉德一样很需要靠一个高级的材料配置来证明自己在阿迪篮球排行中的一个地位。罗斯我觉得他已经拿到了 MVP， 他整个这个人生已经达到过一次巅峰了，现在他只是想要健健康康拿一个总冠军或健健康康拿一个更好的成绩而已，所以这双鞋我觉得可能更相对于 boost 那种比较激进支撑比较差的那种感觉，那种材料来说， bounce 可能更加适合他，然后又有这么高的帮还是在，然后鞋面支撑又不错，仅仅只是包裹的问题，我觉得对于罗斯来说安全系数已经足够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助于帮助罗斯在下赛季打得更好吧。防侧翻的话，这双鞋其实也有防侧翻这一块，只是多出来了一些就比较标准的一些这个中底的一些面积，大家能看到一个凸出来的地方，然后会加强一点防侧翻，但是不会整个说有一个专门的防侧翻区域去应对这个东西，但我觉得对于罗斯来说应该是够用了。吹了这么多，不知道这个大家罗斯的粉丝满不满意啊？其实我心中我对这双鞋期待还是挺高的。看了那个，因为我们公司有两个人是罗斯的粉丝，我不敢在这里黑他，就是他们要剪这个片子也没办法。这个还是跟我期待的差不多吧，这双鞋还是不错的。然后后跟这里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没得吹了，没得吹了，吹了，有点虚，有点虚。行吧，这鞋带也挺好看的。但是再说它这个内衬，这种花色也挺好看的。没得吹了，我感觉这双鞋真的在这个价位里面已经算很好的了，是过去我觉得阿迪两三年来在这个价位能出过的最有诚意的鞋，我觉得比利拉德的那个鞋要好。因为利拉德的鞋去年鞋面支撑还有它的脚踝保护还是有挺大弱点的，最后利拉德在季后赛其实快要结束之前脚踝扭伤了嘛，我觉得跟他的鞋还是有挺大的关系的，而这双鞋我觉得真的是能够保护罗斯也保护罗斯的粉丝吧，打得更好吧。大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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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吹鞋了，我变了，真的我变了，这集就到这里了，拜拜拜拜。老板刚走了，他刚说很不专业，我们继续吹继续吹啊。首先有个细节，就是大家看这鞋面为什么前面要有些黑色东西，老板没有说到，因为像个一嘛，因为罗斯在公牛的时候就他巅峰时期是一号啊，也就是我背后面这个，看到吧，能看到吧，一号，你知道他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号，所以说一号永远代表这个罗斯的一个形象。下一个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下面有一个这个罗斯的签名，然后它下面签名旁边其实这是织物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碳板啊还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鞋舌这里，然后一开始我以为都是英文，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它是那个法语德语还有英语的三种文字，然后意思就是这个品牌是一个带着三条杠的品牌，然后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还有就是还有这个内衬啊，他刚刚是不是说还挺好看，不是很好，是超级好看。是这种内衬真的是，哎，怎么能想得出来这么有啊天赋，这么你看像不像那个黑人乐啊，像那个上一代黑人乐的那个
配色山寨的，非常的漂亮。买不买？买啊，肯定买。大概买个十双左右吧，然后出几个配色就买几双，就这样子，差不多就这样子。好，可以可以可以了，非常棒。可以可以。狂吹，我靠！狂吹，吹死算了。狂吹，狂吹。连小石子都没有抢，你看。说抢了两个石子，其实并没有抢。没有抢到，我没有找到哪里抢石子了呀。提出来，提出来。在哪呢？提出来。刻完了吗？刻完了。完美啊！赵和，赵和。